然后我觉得，然后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，就是我们最后谈一谈，变成我好像免费拍摄是应该的，就是我应该要帮他们的，就变成好像反过来，应该是我想要帮助他们，然后他们。那我觉得比较好笑就是，我觉得比较好笑。那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，就是我们有很……那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，那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，就是我有几组，就是变成谈一谈，谈到后面变成好像是我在求他们说我们要合作的感觉，我觉得有点像整个反过来，好像是我。那我觉得，那有几组讨论团，那有几组拍摄呢？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笑，就是谈到后面变成好像是我求他们说拜托我们要合作好不好的感觉，就变成好像角色有点需要换回来，变成是我想要帮助他们，然后他们 就变成他们有点像是我免费拍摄是应该的。的感觉，就其实这不是应该的啊，这是我要帮助他，然后好像变成我免费拍摄是应该的感觉，完全是颠倒，超瞎。然后有几组，然后有几组讨，那有几组拍摄，然后有几组拍摄的讨论，也就是没有合作成功，就是我觉得还蛮好笑，就变成，然后有几组拍摄的讨论。然后有几组拍摄，我觉得也还蛮好笑的，就是变成讲到最后变成好像我在求他们说，我拜托我们要合作好不好的感觉，就变成那个角色有点颠倒了，变成我应该是想要帮助他们拍摄，那他们变成哦，就是好像很厉害，然后很大，然后好像他们要干什么，然后就是要掌控所有东西，然后就是他说不行，就什么都不行。What the fuck？那我觉得有几组比较好笑的，就是，那我觉得有几组比较好笑的，就是我们谈，那我觉得有几组比较好笑的，就是我们谈一谈，谈到后面变成角色有点颠倒过来，变成好像我在求他们说拜托拜托，我们一起合作吧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变成我们免费拍摄，不是应该的，不是应该的，就是这不是应该的啊，这是我想要帮助你。所以我们才来合作的，但是变成整个角色有点颠倒，就我整个问号，就变成他们好像很大，然后想要干什么这样子，不知道。然后几组拍摄的讨论就谈到后面，我觉得角色已经有点颠倒，有点互换了，应该是你的，
想要找我帮忙，然后你有一个很棒的想法、很棒的故事，想要哇让大家看到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合作，把这个好棒的故事宣传，然后就是想办法做出来、做好给大家看。但是谈到后面，可能有几组就变成好像是我在求他们说：“哦，拜托拜托，我们要合作好不好？”的那种感觉，就我免费拍摄，不是就是真的，不是。然后有几组，讨论，我觉得也还蛮好笑，就是变成讨论到后面角色有点颠倒过来，变成好像是我在求他们说拜托拜托我们合作好不好的那种感觉。欸，我免费拍摄不是应该的，应该是你要就是找我合作的人需要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想法，或者是有一个点子，或者是你没有办法，没有这么多资金，你可以有一个很棒的想法，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个东西实现出来那种想法。当初这个企划是这样想的，但是变成后面有几组谈到后面就变成颠倒，变成我在求他们，我整个问号。